追击棒，毒气棒，哎，拉个刀，加速追过去，一刀斩，被动物留死，回头一个 W， 吸一口，再 A Q A， 再吸第二口，往前一个翻墙扭一下，打这个果实，防 W Q A 暴击，5伤害，再吸一口，再 A W， 再 A 出来吸一口，再一个 Q 死。好闪，反应还挺快。哎，蜘蛛还挺执着，动手。反追，追直接二打一。Nice 啊！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蜘蛛经典越塔，刚才他扛越塔的时候，一塔塔都没扛。走位 A 一下，回头一个 W 减速。哎呀，死不掉的！你们抓到谁呀？一闪，死！哇，锁住了！过他天宫。四个亿了，一个亿没中啊，哥！对面走位怎么那么好？没有机会了。主播听不到，那我就有一个问题的，你听不到为什么能回答我？哎，A 一下打个被动，完了。这不对吧？我冰全吃了吗？哦，奶森复活。我本来还想夸他一句啊，不是，我刚想夸兄弟们，他来一句什么？你在后面这一句我有点接不下了，话接不下去了呀。这不会让跑了吧？真跑了？啊？他们活不长了。哇！躲一下，躲一下，不慌，继续躲。走位接着转，接到。扔个 Q， 扔个 Q， 这波三打四，对面还有个洛德大，
确实打成这样是最好的结果了。摁拆吧，摁拆吧，不然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会亏。那兵线有人没吃到，拿个塔先还行。触发个星矢，回头再一个 QV 补点伤害，杀一下，杀一下，把我复活，来斯。我从不妥协。啊！大招走位扭一下，定住他们，一吃两吃，石头没啊，两个核心大招没了，他们活不长了，杀快点，还有助攻感觉，那还真有，我操，随便说说，大哥 ，nice。哎呀，兄弟，我被他控了，我得靠近才能放技能。怎么还飞走了？这波得先回来集火这个咖喱啊，不然他打队友，他跟队友打控制配合，他的帽子就有作用了。太豪横了吧，这个！牛逼！不要妨碍我。兄弟，你不会隔着个整套路吧？咱不能说他去速战速决吧？这一会儿出来，我们开启团来，他人出来蹦出来吧？他真来了，一刀 QA AW 死的，哇，纯在整套路，信他个鬼，咋的，一分钟之前刚看到他，半分钟时间，他们半分钟之一分钟之前刚说 AD 上厕所去了。推推棒来说毫无意义，哎，拉个刀加速追过去，一刀斩，被动流死，回头一个 W 吸一口，再 AQA 再吸第二口，往前一个翻墙扭一下，打这个果实往前 WQA 暴击补伤害，再吸一口，再 AW 再 A 出来吸一口，再一个 Q 死。我操，焚天这不回放真得看，这怎么说啊，这波太疯狂了，光辉的盾怎么一直没给上啊，光辉的盾一直没给到我，逆天，本来我还可以输出的，兄弟，这不会因为这波没来大龙被抢吧，哎呦，啥配合啊，
翻墙阶段，一刀斩 ，Q A 一下 ，W 一下，接控，贴脸不会空吧 ？OK 不会空，走 ，Q， 刀尖舔血，五个人中间有怎么样？刺客知道，我知道。接墙，躲一下技能，回头一个 WQ。 流血打出来了，死复活，快快快快！云骨龙，云骨龙，云骨龙！这一波，我操，卡在那个墙角，全技能躲了，还打出一套被动，强行换掉格温，侠出重生了，属于是。 感谢飘送出了100个亲属，谢老板送出一个热气球。哎呦，怎么敢的？能走过？把线断了。 好复活，慢慢拉扯。哎呀，刚才我们这把能有这么多极限，就是焚天救的，但焚天也该卖了。哦，nice。 怎么敢的？远古龙！哎，不，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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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哎呦，复活奖好可惜！给他杀了，真给我复活，复活一波，反一波了。Nice 啊！一波，TP，巨象！啊，推吧，一样。 他守一路还有第二路也行，对面哲力还是有机会能守塔的。一波硬拆，够吗？ 应该够，复活的是辅助。Nice 啊！我操！我操！魅惑四个，然后呢？
难道我只看叶刀神？很好，这队友可以啊。